萎缩性胃炎也称慢性萎缩性胃炎，是以胃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、数目减少、胃黏膜变薄为主要表现的一种消化系统的疾病。临床表现常常为上腹部隐痛、胀满、嗳气、食欲不振，或者有的患者会表现为消瘦以及贫血等，但总的来说没有特异性，它是一种多种致病因素导致的消化系统的疾病。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，在60%-90%的慢性胃炎患者中，胃黏膜可以培养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。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也可以造成胃炎的发生。